创伤。头先嗰单嘢唔关我事噶，完全系呢个掠逃一手造成，所以专登带佢嚟向你道歉，顺便奉上精彩嘅驱魔表演。悟空，打我！你哋变态啊！系喎，玩下游戏等皇上下下火都好喎。孙长老，我同你解释下游戏规法师，咁玩法会唔会太随心随性呢？系咪未食饭啊？大力啲得唔得啊？咁样啊？